你们要看清楚，他是谁！放屁！不要伤及无辜！无辜？睁开你的狗眼，看清楚，他是谁！ 把曹冠子，把他手上的绳子解开。 没想到，20年的恩情，居然落到这个下场。是啊，20年的恩情，我怎么会忘？可是我真的不明白，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？ 让你变成这样，我们曾经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？你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难道你就是这一年多这么多事情的幕后主使？<笑>你们都想知道吗？好。 那我就给你们讲个故事。我不姓曹，姓姚。当年你的男人呢，就是曾老爷。我和他一起在东北当兵。
算一心一意给曾家做管家，我什么也不想了，谁知道
这个老狐狸竟然给我找了一个女人，给我做老婆。我当时真的是死心，我准备踏踏实实的跟我的女人过一辈子，万事皆休。而你，你就跟这个姓曾的生儿育女，开枝散叶。 我也就无所求了。我打算老老实实的过完我这一辈子，我只想踏踏实实的这样过日子。可是老天爷都不放过我。有一天，我出门办事。 本来说好的要在上海待几天，我出门之后，发现一件重要的东西忘了带，我就赶回去拿。可我一回到家里，居然就让我发现，这个禽兽强奸了我老婆！ 把什么都告诉我了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。原来我的一切都是被他害的。哼，我那次学乖了，我什么都没有说，我只装着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喝得很醉，倒在了地上。 把你背回去，让你睡个好觉。酒醒之后，居然跟我赔礼道歉，我不动声色，你都不知道自己说漏了嘴。于是你还像以前那样信任我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计划好了一切，我不要你死。 受尽我的折磨，眼睁睁的看着我搞垮你曾家，就安排了一场火灾。原来那场大火是你放的。 那老爷没死，死的人是谁呀？那个人是我找回来的，身材跟老爷差不多的人，我把他灌醉了，放在屋里。他只不过是一个替死鬼而已。原来就是因为这个。 关了他20年，我把曾家发扬光大，我帮曾家赚了多少钱？你看看你们自己，你们个个都是穿金戴银，吃香喝辣，哪一个不是我辛苦赚来的钱养活着？你们别以为这里只有我一个坏人，你们有没有隐瞒什么？ 都敢暴露自己的过去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每个人心里都有鬼。那最近的一切都是你做的？对，是我做的，全部都是我做的。我还告诉你们。
先生的死、祥叔、老邱的死，全都是我干的。还有啊，你们的那个吴宝峰，哼，他其实就是金子的未婚夫徐玉良。他从一个小小的账房先生，一步一步爬上了曾府总账房的职位，就是为了要带着金子逃离曾家。这个家伙脑袋发热呀！他以为凭他自己的力量就可以进曾府，如果没有我的帮忙，他怎么可能进来呢？脑子太简单了，为了救自己心爱的女人，居然可以不顾一切。一直以来，她不过是我的一颗棋子，只能任我摆布。叫过来问一下。先不说徐玉良的事，我问你，庆全和金子结婚，还有曾府一连串的事情是怎么回事？对，二少爷和金子两个人的偶遇，突然被山贼抓走，又被放了回来，全都是我安排的。怎么会相遇？他们两个还以为是自己有缘呢，其实全部都是我安排的。什么山贼，什么跌下马摔伤，全部都是假的。爹娘是不是你害死的？虽然是老邱动的手，那都是我的旨意。到了这个地步，我也没什么必要隐瞒什么。果然是老邱。你做这些到底是什么目的？你跟我爹的恩怨为什么要牵扯进我和金子？原来杀害我爹娘的幕后凶手就是你。可是你说的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笑什么？金子，我告诉你，你就是这个痴呆老头的孽种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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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曾家永远活在羞辱之中，最好让他们两个结为夫妻，成为三头六臂的怪胎。娘活双，你不能相信他。娘，我是真的。Thank you.
以后可要注意点啊！好，李总管，不，李管家，祝您高升啊！嗯，最近曾府遭遇这么大变故，你们一定要打起精神。是，我出去一趟，你们忙去吧。 如果这事儿不是李总管天神下凡，这案子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。我该怎么谢谢你呢？好说，好说。姚顺有一案，基本上已经结案了，只有祥叔下落不明，估计也是凶多吉少。您放心，府上已经加强戒备。金子跟庆泉怎么样？ 这事儿我只能感慨一句：世事无常。他们都能够出屋，茶饭不思。等等吧，事情会过去。 经过现场勘查，他确实属于自杀，我们就按照自杀处理。真是可惜了。前面还一直疯传你跟卞宝兰之间有什么关系，万万没想到他的亲人居然是曹婉如。对于卞宝兰。 很像我以前的一个妹妹。以前的事我听说过。报告。怎么了？报告探长，城南枪库里抓到一个投枪的。哪儿呢？过来。就是他。 刚才你不是说要感谢我吗？是啊。麻烦你替我做件事情。行。你去投枪，就是要找我报仇。好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可是我想知道。 你杀了我全家17口人，那你又知不知道你爹杀了我们全家60多口？我们李家在川东也算是望族，就这么一下，全没了，剩我一个，流落在这儿。你爹和我爹当年都是川东袍哥跑码头的。 两人是八兄弟，拜了一个师傅。后来帮会分裂了，你爹服了师命，要来清理门户，不由分说的就把我爹杀了，还杀红了眼。我们家60多口就这么没了。幸好当时我在康区跑马帮，躲过了一劫。后来我找到你家，当时你才1岁多。 刚到的时候就发现血流成河，原来他师傅也到了，仇家找上门，我也没多想，拿刀就跟你爹拼了。不错，你爹是我杀的，但我也只是杀了你爹一个人，你们家其他人的确死于帮会、仇家之手。当时。 你爹的仇家有你们，我看你上台抢炮之中，你心不忍，就抱你往外冲。仇家要斩草除根，杀你几恨，一刀劈来，我们左手一刀，我多了一道伤口。
而你的额头上也顺带的留下了一抹刀痕。你永远都戴着帽子，无非是不想让别人看见你额头上的伤疤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不可能！是你杀了我爹。金条投靠你亲戚，相报何时了？我认识一个人，他为了复仇忍了二十年。你说这二十年他开心吗？这二十年他难道不是活在自己的牢笼当中吗？我跟孙探长说了，投降的事他可以不予追究。孩子，你有自己的人生，孰轻孰重你自己决定。杀了我为你爹报仇，又或者打开门走自己的路。原来他不是吴伯父了，他又是爱上奶奶的。哎，别乱说话，我看老夫人没出声，说不定老夫人根本就没打算惩罚他。老夫人，鉴于曾老爷目前的精神状况，我就先不带他回警局问话了，等他精神好点了我再来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嗯。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外传，要严格保密。是。娘，你说二弟居然能干这种事儿，这是家门不幸啊！啊！这家要交给他，你说，你还嫌不够乱啊？我找我爹去。你看见那个吴伯，徐玉良没有？
你可知错？我当然知错。你居然还敢回来，这我倒没想到。当初我为了解救我的未婚妻，贸然进府，可我自始至终没有骚扰过二少奶奶的清白。二少爷和二少奶奶是明媒正娶，而我和金子也只有婚约，没有夫妻之实。 其实徐玉良也好，吴宝峰也好，只是一个人名，我没有变。我以前做什么，我现在还做什么。如果老夫人要赶我出府，我也不意外。我们曾家是有规矩的，你不能犯了这么大的错，一点惩罚都没有。 现在总账房的职位暂时解除。是。娘，什么叫暂时解除啊？这个人就应该马上抓局子里去，还暂时解除？你让他继续当总账吗？我说我憋屈。 是想告诉你，我这一生有两件事对我非常重要。办完这两件事情，我就可以回大隐乡下，过我自己的生活了。你要走，我跟你一块走。你不能走，你现在是曾家的顶梁柱。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两件事情。 一生只为平平淡淡，谁料世事纷纷乱乱。浮沉中与你共患难，一起感受生死冷暖。昨日誓言已。 成千绊，命中注定兜兜转转。为你甘愿流离风餐，保我家园，为我河山。爱是什么，我总是要懂得珍惜。 离去了，不要放弃。
如果有来世，找回平平淡淡的我，让今生的缘继续。一生只为平平淡淡，谁料世事纷纷乱乱，为你甘愿流离风餐，保我家园，为我河山。情是什么？不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不知道一生为你。如果有来世，找回平平淡淡的我，让今生的缘继续。爱是什么？我就是要的珍惜，离去了不要放弃，纵然境遇两缘若心不在一起，也好似相隔万里。情是什么？不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不知道平平淡淡的我，让今生的缘继续。